腱鞘炎呢，经常发生在手和足部的关节附近，还有一些肌肉长肌腱的周围。如果这些部位呢活动特别频繁，往往呢它损伤这些机会就多。如果你平时不多加注意的话，使腱鞘和肌腱处于长期的摩擦、慢性劳损或者寒冷等刺激之下，可以使肌腱与腱鞘发生无菌性炎症反应，局部出现这种渗出、水肿，久而久之可以导致腱鞘的峭壁增厚、关腔狭窄、肌腱和腱鞘内活动受限，而引起临床症状。临床症状不外乎包括局部的疼痛啊和这个关节的活动障碍，就形成所谓我们所说的腱鞘炎。根据腱鞘所处的位置呢，可以知道腱鞘炎常常发生的部位是桡骨茎突处、桡骨的茎突处、曲直的肌腱腱鞘处、桡侧腕伸肌肌腱处、即腕关节的背侧呢和腕骨上等等，还有肱二头线长头肌腱。